即刻有万种体会，何苦把好事看可悲。你的未来必定很美，多可喜可贺的结尾。你比我正要飘，轻飘的微流在你这里转胸口，悄悄的滑倒，装下半冷我的我必定给你重伤，但不懂怎令你忘掉。人生剧本一定好，尽量别让今天的泪白流就好。梁老师，邱大琴那份试卷根本就是假的了，上面一道题都没考。这么说我们上当了？是啊，照这样我们都完蛋。这不怪你们，要怪只能怪我。我不该带你们去投机取巧啊。阿南，你把我脸打成这样，是打算下辈子要养我吗？敢跟南哥这么说话？老子呢？下课。怎么跟秋哥说话呢？阿秋，你是个聪明人，非折腾。现在我阿南做主。叶小白死了，知道变了。叶小白死了。娘，还我一小门，我擦你啊！梁老师，这是你们班这个月的考试成绩，啊，继续全年级垫底，下个月可就期中考试了，你的时间不多了。美女，人呢？谁呀？你说谁啊？小白呀，走了。他去哪儿了？你不知道啊？他离开中海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他外边行差签那么多，没准出去躲躲。来，扯。我也就说句实话，何必生气呢？像你这种姑娘，我见得多了。过去啊。小白一天能领回来一趟，也就你这么老实，居然跟他这么久。别生气啊！哎，来都来了，兄弟不在，走，我陪你喝一杯。你注意点。白走了，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哎，你先别急着哭嘛，小白这个人我是了解的，如果他真的离开中海，我是应该会知道的。
阿南说他出去躲情债去了。嗯。不，你不要听那王八蛋乱讲话好不好啊？我总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儿。你说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你别乱说话，我给你想想办法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没有人接。嗯。喂，在哪里啊？好，知道了。那天，阿南带着一群人来夜饮酒吧，我还以为跟往常一样，哪知道他要抢夜饮酒吧，我不答应，他就带那一群人打我，把我打晕了，然后把我的手按在那一张交易单上。像做梦一样，直到现在我都不相信，我的腿被他打断了，一辈子都不能再开我想开的机车。平哥，不要去，阿南他已经变了。变得连我都管不了了吗？阿南现在跟光头党联合在一起，势力非常强大，你单枪匹马绝对是不可以的。小白呢？小白为什么不管？小白，他说啊，我听人说，他被光头党追杀，从滨海公路的悬崖上摔了下去。
你们的月考成绩已经出来了，我没有想过骂你们，也没有那个必要。这几个月来，你们大家的变化都很大，也许你们自己没有察觉到，但是请相信我，我全部都看在眼里，我全部都知道。一次月考成绩代表不了什么，甚至是期中考试、期末考试。你们生下来不是为了考试成绩而活着的，那证明不了什么。真正重要的是你们要好好的活着，为自己找到一个真正的答案。这几个月来是我一生之中过得最开心的日子，有生以来，真是太快太短暂了。我今天来是给大家道别的，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在没有我的日子里，你们大家都好好的，你们一定行的，保重。刘老师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去找一个答案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解释一下，谁都解释一下呀！其实我知道的也不是很多。我不是在酒吧打工吗？廖老师有一个好兄弟叫叶小白，前两天被打死了。还有我们这次的月考成绩考这么差，我知道的也就这些了。我不知道你们心里想的什么，在我心里只有两个字：团队、规矩。我想问问大家，有谁愿意被人看不起？有谁愿意被人骂成城市垃圾班？我们总说我们不想这样，不想那样，但是有谁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真的用心去做了吗？去努力了吗？这次不是赌气，不是为了别人，是为了我们自己。科比说过一句话，一场比赛总是会有人赢的，那为什么赢的人不是我们呢？行了，你别废话，你说我怎么做？还是那句话，谁不想现在走？那好，从今天开始，下完课之后晚自习，小丹，听吗？
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。早知道你当初别招人家呀。我本来就是个没有明天的人。廖雪冰，你是想跟我分手吗？你给我滚过来！昨晚喝了很多的酒，庆祝我想你的酒。朋友问我到底怎么了，我说快乐不需要理由。老校舍旁，你们南哥也太心急了吧。自己解决。现在也成家立业了。昨晚下了很大的雨，让我以为天会哭的雨。我光着脚刷牙，想的可笑，走哪里都忘记，好像是电影。没有车的街道上，我哭着说就等到这剧情下去，就颓废的导演喊停，都忘记吧，就当作我是假装说爱你，就当作是人工下雨，不是老天孤寂。好像是电影，没有车的街道上，我哭着说爱你，入戏到不行。就等到这剧情下去，就颓废的导演喊停，都忘记吧，就当作我是假装说爱你，就当作是人工下雨，不是老天孤寂。